我们爷俩这个关系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是爸爸。哎，您啊，这么着急干嘛？我没跟您争。废话。我是儿子。我也没跟你争。您争这玩意儿干什么呀？嗯。跟我爸在一块演出啊，说实在我特别的紧张。哎，不至于孩子。真的，以前也没演过。嗯。而且到这个挑选节目的时候啊，特别费劲。哦，为什么呢？众所周知，这个相声当中一捧一逗，一般来说这节目啊都是以这个捧哏演员的家属开心为主。这是一个老规矩了啊。我怎么说？是吧？怎么说你也吃亏。对呀，我说我爸爸的爸爸是怎么着的，不行啊。我你爷打你。对呀，您同意我也不同意。多新鲜呢。宅来宅去好多节目都演不了，不方便说。后来跟家一看，说怎么着，要不咱爷俩唱一回，来一腿子活。哦，来一分河湾吧，多好啊。上来好，在家都设计完了。嗯，一到后台，刚才收徒有一个叫栾云平，我徒弟找到我了。嗯，兄弟你换一个吧，哥哥就会这么一节目，一会儿还得给大伙展示呢，是吧？哎，我一琢磨也是，那是，那怎么办呢？我们爷俩呢，说实在，能演的节目少之又少。嗯，上来就是跟大伙聊一聊天，见见面。哎，这是实话。嗯，而且我爸这人啊，其实大伙对他不是特别了解。你们看的都是台上，对，台下里徒弟们有时候上家住也看不见我爸那不为人知的一面。挑那露脸的说，那当然是露脸呀。嗯，我爸这人啊，别的不说，最好最优良的美德啊，嗯，勤俭持家。哦，这是夸我呢，这可以吧？照这说，照这说啊，特别的节约。嗯，有的时候好在家里，我都不明白我爸想干嘛啊，你知道吧？洗澡啊，没一会儿，冬天啊，三九天刚过完年，我爸在家里洗啊，洗干净了。也不擦，我打浴室跑出来直接奔门口去。我那是迎接什么客人？站在我们家门口就光着啊，也不擦，哇，三九天冷风嗖的，我爸直哆嗦。那是，我看着情形我眼泪都下来了。哭吧孩子。我说爸爸您有什么冤屈啊？这对呀，我得问问你。我说爸干嘛您这一会儿冻感冒了？嗯，倒霉孩子，你懂什么？嗯，家里那感冒药快过期了，知道吗？我这是作死呢，我这啊。您就是特别的节约，会过日子。哎，这点我得向您学习。哦，你也得出去啊。哦，那倒不至于啊。我说向您学习。感冒药就不够了，就、哎。学习这个节约的这么一个优点。哎，该花花，不该花的不花。这您说的在理。嗯。而且不光是说在台下要学，嗯，台上更得学。哦，学这艺术啊。那当然了，嗯，您这艺术我敢说现如今中国相声界没有您就没有相声。孩子大点声，不能这么说，这个夸人的话都得等死了之后再说。哦，活着说不会有人承认的。嗯，行，没事，等骂您的人他们死了就行了。哎，对，哎啊，没有没有没有关系，我是表达我对您的崇拜。这就是儿子疼爸爸，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在我心里您永远是最伟大的。嘿，这是亲儿子，这是，啊，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想法。哎，没有别的，好好的向您学习。哦，也向我师父学习，于谦老师。哎，学习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说学逗唱、吃喝抽烫。哎，啊，这个。这个于老师这爱好其实不用介绍，观众们都明白啊，都了解哈，吃喝抽烫，没错啊，吃放一边吧，就这抽烟喝酒，嗯，烫头，你看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哪儿都知道。嗯，我得多跟于老师学习。那我就把你接回来了。想学坏还用跑那么远吗？是吧，不是学点那家里学不到的技能，是不是？哦，他们家还有独特的手艺呢。对了，跟人学这个像什么说学逗唱，哎，我师父也会，他倒是没怎么展现过啊。那是自然了。你就看我师父那功底，嗯，在舞台上他是因为捧哏角色定位，嗯，话少一点，对，基本功非常到位，
打小做科嘛，吐字清晰，嗯，学什么像什么、啊、有影视表演的基础。他学过导演。您跟他合作这么多年，嗯，我师父逗不逗您还不了解吗？一点都不逗。哎，嗯，净抽烟了跟后台。哎，对，那不挺逗的吗？是不是、啊、太逗了啊！说学逗唱最后一门这个唱，哦，我师父最好。儿子，这我得拦着你了啊！观众都知道，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我认识你师父这么多年，他也没唱过呀。你看，哎，我就这么问您 啊，您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啊，凡是唱太平歌词，我师父插过嘴吗？他倒是没敢。哎，不是敢不敢啊？您站在这儿，您顾不上瞧他啊。我们坐台下看的真着呢。好、哦，我师父这个眼神啊，就是不屑，你明白吗？他那是犯了烟瘾了，嗯，知道吧？就往那一站啊，就这意思。酒也上来了，嗨，憋着烫头去呢，哥啊！他就是觉得您唱的呀，可能说糊弄糊弄观众朋友们。他这么认为的啊？还行，但是说要是内行，嗯嗯，没有觉得您好，您说是不是？到现在没有内行承认您好。那倒也是，嗯，从来没听见过说相声夸我好。对呀、啊。我师父也不例外哦，也这样，他也学坏了啊，并不是，他就觉得您啊唱反正有一点小瑕疵。于谦儿还会唱太平歌词呢。当然，我正经学太平歌词，您一句没给我说过。我在家没教过他吗？全是我师父一嘴一嘴给我喂出来的。我还交学费呢。您交学费不？我还给了钱呢。不、啊、咱就说这意思，我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好多太平歌词，这么说跟您，您现在会多少段放在这儿，我不会啊，我不会。您会多少段？那我不会，我会那个，您不会。我会，您不会。当然，我儿子这么说，我挺开心。为什么呢？嗯、青出于绿胜于蓝，是吧？这什么老话儿？这是我儿子要比我强，这行还有干下去的意思。别黄二郎下豆鼠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就没意思了。嗯嗯。但是孩子，你要说你会的，我不会，这话有点大了。头上台，是不是你师父灌你酒了？是不是拿烫头棒捅过来着、啊、没有，怎么可能呢？孩子没有，怎么了爸爸？我平时在家很少唱，那我师父教我，师父跟我说回家别给你爸听啊，别让他听，学完咱这也不行了，咱这也得别让他听，都这样。哦，你们这玩意儿是保密的还是？对，就我师父是喝多了才唱的。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 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你唱我们尝尝好不好？我唱一个行吗？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嗯，我可以唱一个。可以啊，小唱一段。可以啊，好吗？来呀、啊、挑一个您不会的吧。那一定是我不会的。那是自然，哪一段您都不会。我得听听于老师多大能耐、啊、好吧。挑一段还算还算久远的。哦，大概是民国时期的段子。嚯，好吧，民国时期的啊，老调太平歌词。你看给您演唱一个。我儿子能耐大了。嗯，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哎哎哎哎！鹬蚌相争。对。哦，鹬蚌相争，我猜对了。哟，您会这个？张云雷唱完这个，打南京跳下去的。我把他给忘了，你看看他打小我先教的这段、哦、然后教的高台跳水，唱完这个然后下去的，知道吗？哦，我的天，哎，撞枪口了。你看这孩子，你再选择一个。爸爸您怎么不明白呢？我明白拿、啊、什么呀？今天呀、啊、这么好，咱德云社成立20周年钢丝节大型庆典、啊、来了这么多观众，我说了、啊、都是捧您来的。是的，咱爷俩往台上一站、嗯、观众看着我真唱一个，头一个您就不会，后面您的节目都没法演。罢了，对，是上岁数了啊。孩子说的对，对不对？头一个得让我猜上来，给您面子。第二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您这话说就是我教您您、啊、来，你听着啊，来第二个啊，这更传统了。哎，好，这是清末的节目。嚯、啊，清末的，好，这一杆子好几十年了。啊、对，来，嗯，听这个啊，哎、元末江山
论兴亡，群雄聚义舞刀枪。康茂才，党臣有量。这您怎么也知道？这是我写的。哦，我师父告诉我是他创作的，是。他那天喝的准是真酒，要不然不能上头啊。儿子，你有点太给爸爸留面子了。得嘞，哎，得嘞，再来一个吧。不顾及这个了，来个阿拉金德的。好嘞，情场面前夫父子。什么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不是？你少往鱼家跑，以后知道吗？准是你师娘教你的。嗨，我有日子没看你师娘。行了行了，怪害臊的。啊，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就正事儿忘，想起句老话，不知道搁哪儿合适。哦，这么说就是，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啊。哎，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哎，我爸说的对。哎，就这个哈。来，我唱一个。来高的。唱这您放心，这是我师傅压箱底的，非把我难住了不可。对呀，这你师傅都有箱子了。对对对。下回我可以躲箱子里头。嗨，别这个。哎，柜子里边潮。嗯。主要孙悦在柜子里呢。哦，孙悦在铺底下呢。行了，你师父真好客啊。这样，这样，师娘好客。哎，这住口！还单纯呢，瞧见什么说什么。我也不懂，我也不懂。来吧，这样挑一个，挑一个。我师父跟我说了，说这个段子只有我一个人会。他教给我之后，说是这个段子听过的人都已经去世了。不是，我在想一句题外话。嗯。就是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他有心思教你这玩意儿啊。哦，这段就是天下第一了，拿这解兴困罢了，好吗？来吧，听这个啊。来，保证您从来都没听说过。你给我享受一下吧。来这个啊。嗯，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哎哎，那春游接这个，多大的回声啊，就跟站在山口那儿唱似的，老百姓都知道。孩子，你师父这太平歌词准是在太平间听的。哎，什么呀这是啊？好像就弄这么一三段啊。这段好像您除了阿富汗没唱过，哪儿都唱过。对，阿富汗有这盗版盘现在啊。坏了，爸爸，怎么我师傅就找我这仨？对，找他退钱去，知道吗？不是不是，不行啊！今天当这么多观众啊？那也是你自个儿做的呀。我琢磨您不得让点我吗？我一上台，我说我唱。你好好的，你看您，我踢你啊！啊，您就说显得比你弟弟还小似的呢。不，二都不这样，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啊？就不啊！快快点。这都会，那没办法，孩子。那啊，您配合我，我唱一，您说，哎呀，我不会耶，我就下去就完了。我就怕来不了这么嫩，你知道吗？甭管阿富汗不行，离不嫩我还可以啊。忒嫩了，您这个。哦，这样吧，怎么着？我正经唱一回。这你看，我是有能耐还是？正经。太好了啊！这仨节目平时在师傅家遛嗓子。哦，是，你看，知道吗？我们孩子会唱完这仨，师娘才让进屋呢，明白吗？哦，那在家里有人呢，是吧？对暗号。嗯，来，我唱一个，来吧，唱一个，您这准不会。行，准不会，会不会搁一边吧。我就唱完您一捧我就好了。凭什么呀？您是我爸爸，您是。有道理，爸爸听你的啊！来来来，对不对？好吧，行，这样。唱这之前我念一段定场诗。太好了，哎呦，显示这个悠久。这正经的太平歌词，先来定场诗。听好了啊。嗯，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嗯，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章虎斗。嘿，接下来学徒我志诚诚为您展演一段传统的太平歌词，我们洗耳恭听。我曾经问个不休，这就这个呀？啊，挺好。哦，好，
是，换一边。您不爱这个是吧？爱这个。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咱设计到这儿就去你的，我们就下去了啊！您要不说，我还要说来呢。哇，我都没听过呀！还来这个？没有机会说啊！那这样咱换，那我正经唱一个。来来，正经正唱一回啊！哎，听我这个啊，嗯，这个您准不会了啊！可惜了，刚才这定场诗了。真是啊。对，这也我师傅给我念的啊。那是，嗯，你听这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这，我说这越唱越水了。这个怎么了？不是这庄公闲游，这个打有狗你就唱这个。想当年这民国拉洋车的都这个，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这都臭了街，卖糖的修车都唱这个。为什么太平歌词没落？就是因为这个。你拿这个有点欺负人了，这个真的啊！您这话说的，我不爱听了，爸爸。怎么了？刚才那三段您说什么？您说什么都对啊。这段您这个不对了。这我怎么不对了？我后边还没唱呢，没唱您怎么知道我这是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啊？你唱的离不嫩去也是这个玩意儿啊？咱不是这我师傅后来又改了，又不一样了。他学好了。什么叫学好了呀？他都改了吗？啊！对，您想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京城大了，干嘛非得出趟城西啊？出趟城东，出趟城南，行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走永定门，出趟城南，行不行啊？您哎，行，走吧，对不对？您别太武断了，是不是？我没唱完呢。哦，后边有不一样的，不一样。那行，听啊，不是城西啊。当然了，爸，您放心啊。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南北角啊，等于就是大天桥过去的呗，是吧？啊，是火车道啊，这个有点意思了。怎么样？这您听过吗？这没听过。您会吗？不会。服吗？不服。那没什么玩意儿，我就服，一南北角我就服了，没意思啊！敏人好学，不使下问您一点。废话，你唱着西直门了，我还死去吗？难道说啊？不能就一南北角就把我降住了呀？那您啊啊，好几万句呢！嚯，好家伙，你跟电视剧似的啊！听你这玩意儿都过日子心。对对，那来吧。好，你看您啊，我爸这什么意思呀？嗯，这抬杠小能耐。知道吗？哎，你看，没听我来，你来吧，来吧，一句一句让我唱，到最后把我师傅这点东西全都倒腾给您了。哎，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我好找着退钱去啊。哦，行，往后唱啊。开始，多唱几句，您要觉得可以，咱就这样啊。哎，行，来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嘿，看人家这个折，你瞧见了。他人骑马，我这儿骑着驴，对吗？我唱了吗，爸爸？啊，来来来，爸爸！哎哎哎哎！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这是啊。这不，我听着顺呢，他就是一定是这个呀。他人骑马，我骑驴啊。我觉得我找着舞台风格了，我觉得。哦，太好了啊！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啊，我后没唱了。那就唱，愿爸爸嘴急了 啊！对对对对啊！瞧见了，嗯，嘿，是来添一百嘿，有一个老太太，怎么样？老太太，这个土字发音有点像河北华侨，他妈河北话，打保定那边来的啊，那不是老太太，老太太。哦，参军去了那个啊，老太太还是老太太，这听着有点心酸了。这行啊，太好了。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嗯，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哎，有一老太太，嗯，老太太今年60多岁，岁数不是特别大。她弟。丈夫21，这老太太可得着了。嗯，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她就有点闷得慌啊。两口子睡觉吧，她要出去溜达溜达。哦，甩开这小伙子了。嗯，出了门打了个车，就奔了西单。嗯，下了车一看呢，哎呀，人还真不少。这词儿讲究啊，少嗷嗷。嗯，
之前就值在这儿了。老太太、啊、溜达来溜达去，哎呀，有点累了，家歇着多好啊！打辆车啊，去了民族宫，我、哦、上这儿来了啊！到了这儿一看，呼、哦，我有相声词呢啊！可了不得了哟！我就说是保定人，可了不得喽。那么甘肃么呢？在这里，德云社说相声。哦，门口写着呢。哎，老太太花钱，姐黄牛那儿买张票就进来了。何者押韵有板有眼？哎，正赶上云鹏栾平收徒弟、嗯，就是刚才的事情啊。收完了徒弟，下边有个节目。现在演的是郭麒麟，嗯，好，应时当令的节目，这就叫直播呀。郭麒麟，嗯，哎，说的真好呀。这句有点没羞没臊了，知道吗？没有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啊。哎，唱的那个太平歌词，哎呀，嘿，又有辙又有韵，哎，还有板，哎，这就是没羞没臊啊。这一切都很好。哎呀，在旁边站的是他爸爸，这是我。哎，他爸爸也挺好，多新鲜呐！这要搁别的捧哏，我就骂他了。哎，你可得敢。嗯，哎，这回换成他爸爸真好啊！哎，发自肺腑的赞扬。哎，老太太看了会儿累了，哎，回我也清醒了，回家转安。哎呦，哎，一看呀，爷们儿不在家，小伙子出去疯去了啊！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一会儿。哦，小伙子也换换口啊！进了屋，两个人看电视。哎呀，这几点的事儿这是啊！老头儿。站起来上厕所，还有老头这里头、啊、哎，老王大爷呀，哦，好，嗨，还带解释的、啊、王大爷呀、啊、王大爷呀，到了厕所、啊、他尿了泡尿，嘿，他哈哈笑，为什么笑啊？尿到裤子上面了、哎、岁数太大了、啊、赶紧拖下来老太太给洗一洗。哎呀，这老头钻被窝睡了一觉，嗯，睡醒了，怎么样？慢了，结尾。真好啊！哎，回来！那你走不行啊！好家伙，人飞叉呼我怎么办啊？这段真好，好不好？我没听过，没听过。给于谦花钱，咱们值了。当然了，太好了啊！观众也爱听，我也爱听。把刚才这个，你能不能再来一遍？来一遍，再来一遍，没问题。来，您放心啊。嗯，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底下有提词器。哎，瞧见了。哎，西直门立交桥上，呼、人呢太多了、啊。等会儿，不是那河北华侨老太太吗？哦、怎么改了西直门立交桥了？那时候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对了。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去你的吧！来了，我觉得不会这么没义气。谢谢，嗯，感谢各位的热情掌声，是，而且还有礼物赠送，嗯，谢谢我。什么眼神儿这是？嗯，啊，谢谢。什么？谢谢哦，不是，挺好。嗯嗯嗯、这也不行啊。感谢感谢啊、嗯！刚才我说还有礼物相送，还有没有送礼物的？没了没了，啊，赶紧说。好好好，嗯，刚才这个节目说的不错啊。栾云平，我的师哥，是高峰，我的师叔。对，二位下去休息一下。嗯、这场呢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嗯，先做一个介绍。嗯，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嗨，著名的相声皇后。哎嗨、这词儿别用，不用了哈。啊、对。大家伙都知道捧哏巨匠，不敢当，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伟大的一位老师。哟嚯，于谦于老师，您客气。您的师承是石富宽，是我师父。谁？石富宽先生，我们先生石富宽，有名吗？哎，没名，他叫石富宽呀、啊，怎么说话呢？有名气，有名气。哎，谈不到老师。我的师爷是侯玉文啊，是他们老哥俩老搭档。对对对。今天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嗯、跟我大爷在一起搭档。是，这是我大爷、哎、真的
你大爷！哎嘿，哎嘿，行，都瞧我大爷，行了吧，我大爷。骂什么街？我卖着票呢，知道吗？行行，怎么瞪眼骂街？真有意思啊！还是个泼妇，听着。哎呀，真好真好啊！什么叫真好啊？就是开心嘛，跟大伙互动也开心嘛，高兴。跟于老师在一起合作时候不是特别多。对，今天很开心，站在这个舞台上。嗯，说学逗唱你也了解啊？当然了，说相声年头也不少了。嗯，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说小曲小调您了解吗？多少的了解一点，也研究，小时候学过的，也爱听。哎呀，喜欢。哎，问您啊，啊，有这么一个小曲叫做《和尚叹》，听过吗？和尚叹？对，这我还真没听过。没听过？嗯，不知道。那我给您讲一讲，您说说为什么叫和尚叹。因为什么呀？怎么叫和尚叹？您说。因为他的父亲，嗯，就是和尚。哦，这个事儿呢，等一会儿吧，多少有些蹊跷。不是，得从清朝。别清朝，谈不到那儿，没有那么远。我父亲是和尚，嗯，还嗯呢还，他要是和尚，我打哪儿来的？你看我干什么？谁呀？跟你没关系，知道吗？什么叫看我干？我是无辜的啊！废话，你别矫情这看你，你咱俩这岁数不合适，多新鲜呢！我没说那别的事儿，我说这和尚叹怎么？我父亲是和尚，你说的，你给我解释。误会了，误会了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父亲不是正经的和尚。我爸爸是花和尚，是吗？啊，谁问？谁问我？谁问你？花和尚吗？哪儿花和尚？不是正经和尚，叫什么话呀？呀，又误会了，真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小时候啊，那个脑袋上梳了一个小辫，小辫儿，这儿走儿化音，知道吗？没法聊，没法聊。废话，小辫用梳吗？小辫是这小辫儿，小辫儿，小辫儿叫什么？跳楼和尚啊？跳楼和尚，那还是小辫儿啊？跳墙河，我没说人张云雷啊，小小辫儿，小辫儿跳墙河，哎，对对对，什么毛病你这是？跳墙和尚啊！不光你父亲是跳墙和尚啊，您的仨大爷都是跳墙和尚，过一块儿跳的。嗯，哦，给他们姐四个，嗯，姐四个。给他们哥四个啊，送到寺庙里头。哦，寺庙里头有一位老和尚，嗯，叫智障法师。哎，你瞧这名字，什么谁起的？这都智障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哥四个。哟嚯，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都叫什么呀？你大大爷叫发聪。哦。二大爷发明。嘿。三大爷发广。哦。你父亲发廊。发廊啊，哥四个。这烫头合适了这。发廊干嘛呀？发廊。走三声朗朗乐哇朗，你就别拼音了。发廊，发廊，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是吗？每天就是扫扫地呀，嗯，念念经啊，呵，天天闲着他父亲是乌鸡六兽的，反正没事儿干，天天哼哼唧唧，哼哼唧唧，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什么曲儿？和尚叹。啊，什么味儿呢？唱起来好听啊。你唱，我给你学学啊。可以。哎，你看我像不像你父亲？哎，不像，差远了，知道吗？你说的，谢谢啊，谢谢。谁跟你客气？别找了，嘿。第四排，你唱不唱啊？怎么那么些毛病？我这等半天了。他在拍我，拍你不是很正常吗？他拿诺基亚，你说有？你还挑手机是怎么着？有像素吗？还拍呢？嗨，谁拿诺基亚？你这不管那么些事儿干嘛？你看这还没电了。又来了，你。有完没完啊？还带着充电器，好好好啊！小呀嘛小和尚，头光光，袈裟配身上，小木鱼儿敲个冰棒，念佛又呀嘛又烧西洋。忽然刮过一阵风，一股香味飘过墙。阿弥陀佛，是什么贼啦啦啦的香？哎，你瞧。还挺萌，唱完
为什么这么香？为什么这么香呢？因为这个和尚庙啊，隔着一道墙，哦，就是尼姑庵。哎，这呵，打那边啊，不是他们怎么建的？这个和尚挨着尼姑，一道墙，就隔一墙，对，就离那么近，方便吗？啊，方便什么呀？巧合，巧合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谈不到那么多，巧合，巧合了。飘过来一股香味儿，哦，同时呢也飘过来一个小曲儿，哦，也有曲子，有，叫什么呀？尼姑叹。这尼姑也有叹，对，怎么唱？为什么叫尼姑叹？是怎么叫尼姑叹？嗯，因为他的母亲啊就是尼姑，这就不像话。我爸爸是和尚，我妈是尼姑，啊啊，这怎么弄的？这是巧合吗？啊，巧不行，尼姑，是不是正经的尼姑？花尼姑，我爸花和尚，我妈花尼姑，还挺俏皮。我妈花尼姑谁会？我这要那么俏皮干嘛呀？不是正经尼姑叫什么话呀？跳墙尼姑。我们家都跳墙，急了是怎么着？这个就一道墙嘛，不是跳来跳去的吗？啊，这好嘛，跟没墙一样。这个不光你妈是跳墙尼姑啊，您的仨姨都是跳墙尼姑。好家伙，都傍着块跳。给他们小四个送到尼姑庵里头。哦，尼姑庵里头有一位老尼姑，嗯，叫智缺法师。哎呀。都不全，反正智缺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姐四个，嗯，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都叫你大姨叫慧聪，哦，二姨慧明，嗯，三姨慧广，嘿，你妈慧饼，哎，好嘛，我妈饿了是吗？慧饼要吃，不是慧饼吗？慧敏，慧敏，对了，你妈周慧敏，哎，这没有，那什么老祖那是，慧敏、嗯，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嗯，每天就是扫扫地呀，念念经啊。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你晃悠什么呀？这，你猪尾巴吃多了，怎么了？你说话说呗。还有人爱看这个？每天就是扫扫地呀，哎呀，念念经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得加钱了啊！每天就是扫扫地呀，念念经啊。行了行了，每天都干嘛呀？扫扫地呀，念念经。我累了，我累了。反正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啊。每天都干什么呀？扫扫地。天天嫌他母亲是五脊六兽的，哦，天天哼哼唧唧，哼哼唧唧，嗯，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哦，什么曲儿？尼姑叹。你唱唱。唱起来好听。嗯。尼姑坐在庙堂，四季花儿为谁开放？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可怜小奴懒梳妆，掐朵鲜花插头上啊，插也插不上啊。为什么插不上？为什么呀？你妈是个秃亮亮。哎，对，尼姑能往头发上插什么呀？按说呀，这两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到一起，没有机会。但是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出什么事儿？这年四月，嗯，俩庙联合举办植树造林。这和尚尼姑确实是没什么事儿了。智障和智缺的主意啊！啊，这俩人好不了了。智障说了，咱们要人秃山不秃。嚯、哦！可巧的是。你父亲跟你母亲分到了一个组、嗯、哦，他们俩一块儿。你父亲刨坑，哎呦呦，这是刨坑吗？这个刨坑吗？这挖坑。你母亲扶树，俩人僵这儿别动了。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哦，真的、嗯、俩人干的是热火朝天。什么干的热火朝天？干什么干热火朝天？怎么了？我问你干什么干肉的？植树啊。你以为呢？不是刨坑吗？不是扶树。废话，你就别要强调这些东西。
哎呀，这个节目改群口了。好，干的是热火朝天。行啊，行，往下说。这一天下来，他父亲对他母亲产生了好感。哦，有印象。这一次机会就够了吗？嗯，当然不够啊。没有。这年五月，嗯，俩庙联合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这就是浪催的了。嗯，搭了一个大台子。哦。和尚方派的是您的父亲，就他。尼姑方派的是您的母亲，肯定是。两个人手拉手走上台，要唱山歌，嗯，还唱山歌，好听。怎么唱？你母亲先唱。好。小尼姑，小根儿嘎，叫了声和尚听根呀。你往姑娘的脸上看，起名叫做什么花？这是个问题。小和尚，小根儿嘎，叫了声姑娘听根呀。我往姑娘的脸上看，起名叫做牡丹花。回答了，你们很高兴是吗？什么毛病这是？小尼姑，小根儿嘎，叫了声和尚听根呀。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起名叫做什么花？小和尚，小根儿嘎，叫了声姑娘听根呀。我往姑娘的耳朵上看，起名叫做玫瑰花。动作很高兴，要我来了。不会点别的。小尼姑，小根儿嘎，叫了声和尚听根呀。你往姑娘的脑袋上看，起名叫做什么花？小和尚，小根儿嘎，叫了声姑娘听根呀。这没点功夫，还真唱不了。是不是？当时你爸爸笑场了，你说这是？去。接着唱。你要死了是怎么着？我开心，我收徒。你收徒？你这说什么？刚才收完了。小和尚，小根儿嘎，叫了声姑娘听根呀。我往姑娘的脑袋上看，起名叫做大松花。松花蛋呢？你们听很高兴。还高兴呢？嗯。怎么了？大松花是讨厌。听出来了。缺德。嘿，我们不跟你玩了。什么词儿啊？我们走啦。哎呦，哼哟。嗯，哎，你先等会儿吧。哎，你别雇佣了。你这往过，这腿怎么回事？哎呦，忘了告诉你了啊，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崴了一下腿。怎么那么寸呢？都以为啊你母亲生气了啊。其实没有。是吗？对你父亲产生了好感。我还好感。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嗯，两个人成功的私奔了。啊，跑了，下山了，还俗了。哦哦，不当和尚了。不当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结婚了。哎，你猜怎么着？嗯，不到四个月。怎么样？他降生了。哎，四个月，你先等会儿吧。快呀。什么快呀？猫三狗四，我四个月像话吗？三月。猫啊。七个月。别猜了，十月怀胎，你也十个月，你都十个月，是人全十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啊。简短截说，等他长到二十岁的时候，哦，他也谈恋爱了。我到岁数，喜欢上隔壁杨家庄一个姑娘。哦，有，叫杨杂碎。哎，杨杂碎，我喜欢这人多山气呀。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不，漂亮没有用，不叫杨杂碎，那叫杨阿翠。对，杨阿翠。杨阿翠干嘛呀？翠翠，对了，苏阿翠又来了，不用拼音行不行？你跟杨姑娘搞对象这个事情被你们隔壁二傻子看见了。你瞧瞧，别人都没看见。二傻子给你们编了一个小曲儿，呦呼，叫杨家庄。怎么唱啊？唱起来好听啊。你来了。在城东有一个，那是杨家的庄啊，有一个老员外，他就本姓杨啊，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下一个女儿啊，这姑娘长得强，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杨姑娘终朝每日
盼想父郎 啊, 啊这一日闲下来无事站在门旁啊走过来小鱼钱俊俏的郎 啊, 啊大眼珠子高鼻梁闲来没事嚼冰糖走上前来尊姑娘、嗯、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流氓啊这是杨姑娘看看四外、嗯、无有人行啊低、啊、言巧语口尊相公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嗯、要相逢在三更、哦、来趟我家中不中啊、嗯我丈夫不在家没听说过咱们两个离根等啊不像话我丈夫不在家像话我爹妈不爹妈不在家对约您三更天去能不去吗当然得去啊二更天就去了我早到点到那儿一开门、嗯、两个人热情的拥抱嘿省略一万个字哎嗨这就不用说了第二天早晨杨姑娘送您的时候依依不舍恋恋不舍那是哼哼唧唧哼哼唧唧、嗯、哼出一个小曲来哦这是送情郎哦刚才我徒弟唱了、啊、是不是、嗯、一步叫你又来呀二步叫你愁啊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兜扒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南呐，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西呀、啊，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哎、没听说小妹还送呢哪儿啊就桌子躺腿他把词儿给忘了你他临时炫编给编上来了哦编了炫编还对、嗯、这两个人呢也成功的结婚了、啊、就挺好有熊人终成眷属哎呵、啊、就这还收徒弟呢那怎么着不到四个月、啊、他儿子降生了又来了我们这一窝一窝还真快
全四个月，十个月，多新鲜！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啊，要回娘家串门子。哦，要搁一般的家庭啊，嗯，说两句就完了。哦，他们家非得唱。是啊，他还喊他媳妇呢。嗯，媳妇儿啊，媳妇儿，干嘛呀？我这出来吧，媳妇儿。啊，他媳妇出来来了。哎呀，你这能吗？我媳妇这腿也这样，跟我妈还鸳鸯着，娘俩。这叫无敌鸳鸯腿，就别提这，至于不至于？张嘴唱上了，怎么唱的？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单位里放年假啊，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身那来叫了一声他呀，嗯，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啊，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啊，去串门儿啊，当天去，那么当天回啊，嗯，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哎呀，好！于谦心中想 啊， 啊，我算什么东西啊？没听说，算我拿点什么？我拿点什么东西啊？房子高大八间儿，马粪来一斤，啊，马粪啊，一样来一斤，一个羊的来一斤儿 啊， 啊！转回身哪，啊，来，打开相思棍儿啊，哦，取出来这个心上印儿啊，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塑料裤子呀，啊，毛料裤子本是毛料底儿 啊， 啊，枪毙那天穿过一回儿啊，枪毙干嘛？结婚结婚那天穿过一回儿 啊， 啊，到今天穿上它还是那么合身儿啊，哎呀！二人往前走啊，嗯，来到了自家门啊，啊，七大姑八大姨啊，迎出了人一群儿啊，哦，丈母娘接过孩子，嗯，亲了个嘴儿 啊， 啊，呸，这是亲嘴吗？这个这个孩子啊，真有根儿啊，肥头大耳双眼皮 啊， 啊，不像他的舅爷，不像他的人啊，嗯，真像这个他的爹，我王八羔子儿啊。